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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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了，各位，我们来到了秋园这间最大的转蛋店，店名跟地址都在简介。那我们要来看看他过了快一年时间没有来，到底更新了多少？600多台有办法全部都更新吗？非常的好奇，因为只有我一个人在这里，所以我可能会转得很卡，动作会很慢，有一个人边转边开，有点累。好，那我们就开始转吧。哦，我整个人好黄啊，因为黄光。我想要，我最想要这个吉利蛋，然后皮皮跟胖丁，白沙还蛮可以，我都想要，我觉得好可爱哦。白河马也很可爱啦，而且它骑在颜料上面，好可爱哦。下一个。这个哥吉拉剩最后一颗，有看到吗？剩最后一颗了，而且他说他全高是9公分呢。哦，9公分很大一个哎。我看一下我最后一颗会转到谁。哇，好紧哦。哦，好紧哦，勾机打勾机打，去旁边开，直接在这边开。其实就羊最想要就是那个啊，就是勾机打啦，其他应该都还好，它应该就是最想要勾机打。看这个颜色，应该就是最后一颗，就是羊想要的这一只。用牵奶慢慢开。哪一只啊？我转到1954年的。它真的是蛮大只的，它这是身体哦，它是可以组装的。我找到这个是1954年的，1954年羊不知道喜不喜欢哎。不过最后一颗了，它也没得挑了。我觉得做的还不错，品质还不错，而且它的那个转蛋的壳就很像哥吉拉的蛋一样，很像它的蛋，那一颗蛋这样。下一个。个地震站好的猫超可爱，全部人都排排站好，这样站在操场这样。我最想要的是白猫，我想要这一只白猫，它有点反光，这只白猫好可爱哦，它才200块。哇，好小一个，好小一个，去旁边开箱。刚刚转到的一看就是那个黑白猫，不是我要的白猫，它很小一个，人家跟我一根手指头一样，哇，超可爱的，而且还有那个立台，它可以站着，所以如果你转很多个的话，就真的很多只。站在你的桌上这样，我觉得很可爱，这还不错，200日元而已，很便宜，200日元。下一根，它是狸猫跟狐狸，然后两个人坐在很像植物上面，好可爱哦。我最想要的是这一个，最想要的是这一个，两个人挤在一起的，这个真的超可爱的。它下面这个好像冰淇淋哦，好可爱哦。它这个是300日元。啊，它好大哦！拿着饭团的狐狸，拿着饭团的狐狸，超可爱的，它很大一个哎。味道哇，而且它真的很可爱，给我们看，给你看，这个真的很可爱，我很满意，300日元，对，下一个。
个是卡比的杯原子，卡比的杯原子很可爱，每个都很可爱。我最想要的是这个，它是好像 有一个云云，然后把它喷射出来的杯原子。啊，可是这个冰之卡比也很可爱，这个倒挂的也很可爱，这个 Meta 那一朵也不错。大家还记得上次我们在地下街转那个卡比，品质很差。欸，可是它是不是它的品质是不是有点斑驳啊？这不太行欸。这个我因为它是杯原子，是硬的关系，应该品质不会差，应该做工不会差吧？我们来看一下，300日元，其实我每个都蛮想要的。去旁边开箱。我转到冰之卡比，超级可爱，而且它后面它滑冰，因为它是冰之卡比，它滑冰这样，超可爱。这个杯原子怎么呈现啊？你们仔细看看，这个冰的下面有一个凹槽，那个凹槽就可以直接卡在杯子上面。不过我觉得这有个 bug， 就是不是每个杯子都可以符合它的凹槽的那个弧度或是那个深度，所以我觉得它那个就是 有一点点不太实用的杯原子，但是它非常的可爱，品质非常的好。冰之卡比超可爱，那个皇冠有够精致。对卡比还是非常的满意，赞。下一个，哇，这个面包超人的，而且它好像出到第六弹了。我最想要的是细菌人，或是那叫什么、啊、小毛病哦，我突然忘记它叫什么名字了，忘记了，那个字卡帮我上下，小什么忘记了。那我也想要这个咖喱面包超人，我也想要它，这只也很可爱耶。面包超人我最无感，然后他说食物大小就是长这样，就是这么大。我来看看，200块，去旁边开箱。刚马上我就没有选面包超人，直接寿司转到我们面包超人来看一下。虽然是我无感的面包超人，但是因为它是软软，所以我可以拿它发泄我的压力，还是很可爱，满意。好的，这个就是我今天一人转蛋，然后一个人拍转蛋，然后在日本秋叶原大包小包的提一堆东西，真的很累，而且可能拍的会有点卡，因为就是东西很多，然后镜头要一直切换来切换去，然后还有就灯光不好，脸一半是青色这样子，希望大家可以见谅。那这次这家也是跟我们之前600多台转蛋机的这间转蛋店，在秋叶原最大的转蛋店就这里了。然后这边更新速度也是蛮快，不过因为机台很多，所以会有一些就是以前旧的都还会放在那边，那新的都会放在比较外面，里面都是比较旧。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，都可以来这边逛。那刚刚的转蛋呢，有一些也会送给珊珊们，请大家你要订阅、留言、分享，还有按小铃铛，就有机会可以抽到哟。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点频道，叫名字里面按个赞，对，还有小铃铛，拜拜。喜欢我们的频道，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。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，记得帮我们按个赞，不要忘了，还有小铃铛，拜拜。